我们看他眼都认不出他来，20岁我就认识他，多少年了？咱俩能有5年没见面了。我希望你今天呢多忽悠忽悠他们，咱们报仇雪恨。我还是被忽悠，我是被忽悠专业户，我将竭诚地等待大家忽悠。3、2、1，走！今年7看什么？乡村大集合。题是必须要出的，第一个肯定是对的。C B 啊，如果错误，扣除30分，把 B 给弄地上去了。不是你们都是想看别人在瞅你身材是吗？哦，11哪里去？乡村大集合。 乡村大世界栏目成立以来，先后有400多位明星走上乡村大世界的舞台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根贤，很高兴见到你们。听说这里的朋友非常非常的热情，感受到你们的温暖。来唱一首我的情歌。我喜欢死你啦！不知道我是一个演员，但是我是个酷爱唱歌的演员。他们跟随乡村大世界，走进乡村，走进田野，为亿万农民。 共去欢乐。不要一切都带走。你是一个让男人都喜欢的、让女人都嫉妒的男人。我学了一首歌啊，三十里铺。三十里铺。那你今天是演三哥哥还是演四妹？咱就让他女人到底了，好不好？对，演小四儿。小四儿哈。对。是不是缺一三哥哥？啊，来，你谁当三哥哥？来，机会难得，给李玉刚当三哥哥。来，我看就你吧。我感觉你挺适合的。不是，我发现今天的演员都跟我起劲。这老师多三呢。评价我这么删，我要不跟他来把三十里路，好像对不起老乡啊。那个，但我词儿不会，这样你唱，反正我肯定能跟得上来，好不好？认不出是谁，人人都说俺俩是天仙配，领着俺的妹子赶紧往家回。都老目看上眼都认不出他了，20岁我就认识他，多少年了？咱俩能有5年没见面了。50年吧？怎么这5年？50年。你都瘦了，别老糊涂了。我瘦了，对，我瘦了，然后旁边所有的拉链都拉不上了。我说你衣服瘦了，衣服瘦了，生活好了，吃的太好了。这个我非常崇拜他，我是他梦中情人。假话，大家别上当啊！有这么大岁数的梦中情人吗？别听他忽悠。没有，当时你也是，我也老了嘛。其实咱俩年龄差不多少。我比他大差不多20岁，怎么能差不多少？叫你大妈吧。被周本山忽悠的人可真不少啊！刚忽悠完倪萍，这又轮到宁静了。E调，好吗？我唱不上去怎么办？唱不上去我唱，你能哼哼出调就行。来吧。树上的鸟儿。曾经被赵本山忽悠够呛的范伟，今天也来了。他开始忽悠起主持人毕明星了。看来我们主持人呐、很招风啊！我们铁岭的花大姐都闻风而来呀、一看到范伟，咱们就是笑口常开哈。那么认识范伟也是在这个咱们多次在春节晚会上看到他，尤其这2年，一次不过是被这个本山大哥给弄得拄上拐了，另一次呢，这个春节联欢晚会又是弄到轮椅上了。今天你打算怎么忽悠我？啊，我不忽悠你，我希望你今天呢多忽悠忽悠他们，咱们报仇雪恨。我还是被忽悠，我是被忽悠专业户，我将竭诚地等待大家忽悠。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，就是铁岭真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。我们这个龙泉山庄自从搬到铁岭之后，我跟大辣椒男女不孕这方面有了进展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一是铁岭的地方好，一个是我有才。正用了那句话叫人杰地灵啊。所以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一下啊，就这么有文化的人，不瞒你说，刘老根儿看不上我，老说我搞个人崇拜，爱宣传自己，难道他就不搞个人崇拜吗？啊，雇人给自己写首歌，嘿，刘老根儿，刘老根儿。你是一个啥样的人啊？哎嘿呦，问谁呢？谁知道你是啥样的人啊？哎呀，这把作者可憋的呀，脑袋比我还大呢。那天突然见着我了，哗就想起来了，你是一个热心的人，你是一个闲不住的人，把我的优点全给他了。真的朋友们，我真热心呐！就拿我对丁香来说吧，我多热心呐，我呀，啊，碰着困难我鼓励他，我安慰他啊。可是刘老根儿，居然我把我这种对丁香最纯洁的友谊，说我是不怀好意。你们该起哄！就是你们刘老根干的事儿啊，还说我，说我怎么的，还说我骚性嘿，什么话这叫？只能说是咱们知识分子感情丰富，是不是？那戴眼镜那几个人，那咱们都是戴眼镜的，嗯，谁心里没有点乱七八糟的爱你？你说，是不是？哎，那刘老根儿，他说我不怀好意，但咱表达的方式比较含蓄。他呢，啊，大家都看着了，借点酒劲儿，上人丁香家去了，脱的光腚拉碴的，哎，还说生米做成熟饭。要拿下嘿，还说我多白，白代表什么呢？白癜风比他还白呢，能代表有文化吗？哎，我就不服这个劲儿。不瞒大家说，我也给自己写了一首主题歌，叫《李宝库赞》。哎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我把这个歌词给大家朗诵一遍。李宝库赞，作词李宝库，作曲爱谁谁，26/4拍子，深情豪迈的，脚踏小山头。身背小药筐，一草一木都是药啊，救死又负伤。回家碾成药，做成小偏方，抓治男女不孕症啊！卖药来到客房，德拉美伊而优，德拉美伊而优，不为别人治好病。只为把钱兜里装，德拉梅而优，德拉梅而优。我就是剩下一口气儿，也要不要放弃这一行？修了辣椒再娶第二房。谢谢。一语赵本山，范伟号称铁三角的高秀敏老师，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，但他的经典小品依然给我们带来欢乐。我挺牛呀！上哪儿去？我去到那个福州去录像去，代表东北种粮大户农民代表。妈呀，你可别去了！你这么大岁数，你会演啥呀？呀，就你看我岁数大吧。今天我来到福州，咱们福州市长问我你20几了。刚才呀，小全给我打一个电话，说他爸下午要到咱们家来认认门。他到咱家认门不接待。妈，你别那样。啥样啊？你因为啥不接待呀？因为啥？就因为他瞧不起咱们农民，他瞧不起我，我还瞧不起他呢。他们家有啥呀？他们家不有几个城市户口吗？嫌咱是农民土豹子。说实在的，姑娘，你大小不计玩具厂的厂长，你妈我全县种粮大户首富，真的，咱家啥都有。他瞧不起我，你妈我要不差离不开这片黑土地，就咱家这家底划拉划拉，就美国的绿卡，我能整好几个。他跟我牛啥呀？他牛，我真牛逼，我还真就不用他。妈，我牛，你不看他，看小全面子上。谁的面我也不看，到咱家双大辈儿，他就是不好使。那你看我面子还不行吗？呀呀，不是妈说你，人家瞧不起你，说嫌你是农村人，你说你非得跟人处对象啊？人家那是大学生，你咋这么没脸呢？信妈话不行就跟他处不处了，黄妈托人给你找周润发去。真的，上哪找周润发去？那处对象是一辈子终身大事，那能说黄就黄。会干啥去？你不接待呀，我自己去。你是不是翅膀硬了？我管不了你了，我的脾气上来，在咱家我觉得我很有力度啊。今儿怎么的了呢？我告诉你想当年我跟你爸处对象的时候，你姥姥不同意，我那是连捉带闹，寻死上吊，半夜抽风，假装喝药，把你姥姥气得连拉带尿，最后到底把我送上花轿。爱情这个东西，一旦碰上阻力，就得喝出命跟他造。对。那我替谁说话呢？人反了你！妈，替我说话呢吧？你给我气糊涂了你！妈呀，一会儿他爸来，你乐呵的我乐呵，你等他来的。妈，那我得说道说道。我先走了瞧不起我，我走了这姑娘大就疯了，你根本管不了了，咋整你？叮当呀，是不是？没见过面的亲家来了，叮当！你看我咋收拾的？Hello，Hello， 嗨，不是你这叫狗呢？大老远来不知道你在外边站着，捂着，捂着。不是你屋有没有狗啊？没狗，我看家进。哎呀，吃亏了！坐下！哎呀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这房子装的这家太豪华了！啊，你说我们家呀？啊，不行！原来我盖房的时候我让他按照巴黎圣母院那样装。啊！装完我一看，啥呀？整的跟香格里拉似的。哎，谢谢！哎呦，这家这。你看人家这生活过着你说我们家一年四季最累的活就是啥呀？啥呀？就是坐炕上数钱的一宿数，这家累的手都累抽筋了，这数钱累的。哎呀，数钱把手都累抽筋了哎呀，那你们家是靠什么收入过得这么富呢？种地，种多少地啊？种3000多亩。3000多亩。那能伺候过来吗？不够干呐，干半年歇半年，全都是机械化。那你说要打下那么多粮食，能卖得出去吗？好卖我们种地之前呢，上网上查什么粮食好卖，我们就种啥。那舅母小凤现在忙啥呢？我的猫呢？你看这又说外语了。谁跟你说外语？小凤不是生产玩具猫吗？你生产出来，你不能在那放着，你得往出卖呀。人家鼓的猫呢？外语事情。哎呀！爸，叫啥呢？啊，管谁叫爸去？叫忙的了妈，叔来了。哎，来了。家家蛋呢？你说逮谁管谁叫爸？我给你缺着爸了咋的？我呀。我亲母，哎呀，亲母了，亲母叫爸呀你。叫忙的了。出来亲母叫忙的。你家不能娶了，家有点傻。不，这孩子可不傻，我们家呀娶定了。不行，咱两家不门当户对。门当户对，门当户对。你们那大学生，我们家土包子不行。哎呀，这说点话这掐啥呀？你看这孩子搁这掐，又掐青了。掐啥呀？妈，你别难为我叔了。哎，是。李小泉啊，我俩都商量好了，他现在呀正在攻读电脑专业，将来学成以后啊，准备倒插门到咱们家来，帮着我设计电脑儿童玩具。到咱们家倒插门啊？那要全同意了，他那死爹同不同意？啊，他这死爹100个愿意。我说舅母，咱商量商量，等孩子毕业以后到你家倒插门，我们爷俩一起来倒插门行不？那可不行，妈呀！妈呀，那不行，你儿子来行，你要来我老头往哪睡去？那不行。啊，好嘞哟，谁满了呢？往里怎么塞得进去啊？来，这肩膀都不可能进去啊！一群来自乡村的青年，他们模仿的都是天皇巨星，而且从来未被超越。让我们见识一下他们的功力吧。一群来自乡村的青年，他们模仿的都是天皇巨星，而且从来未被超越。让我们见识一下他们的功力吧。落空奔，落空奔，落空流，落空流，雲裏滔滔江水容不休，耗盡了四季時，換作滔滔一片潮流，是喜是喜是愁，路裏分不清歡笑悲憂。对你徒弟啊，当然，为了你徒弟就老戴一墨镜，大家没看清楚模样。但到底真相假象，必须把眼镜摘了，把礼帽摘了，我们看看到底像不像，好不好？师傅怎么样？给他们看看，给他们看看，好好，给他们看看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来，给他们看眼镜，给我。你别说，真有点像哈，像周润发。乡村大世界的舞台可谓是星光璀璨，这边刚送走周润发，那边又来了一位，他是谁呢？观众，谢谢各位凑得这么近，站得这么直来听我说书，真是太给面子了。今天要说的人物就是天地会的总舵主陈近南。有所谓平生不见陈近南，便称英雄也枉然。各位观众。今天我讲的人物呢，就是天地会的总舵主陈，没有掌声我就陈近南。有所谓平生不见陈近南，便称英雄人，那也是枉然，大家说对不对？不过传说中陈近南神龙见首不见尾，但是我就是那机缘巧合的下跟他有见过半面。有人都说有的就见一面，有的是从未谋面，你怎么可能见半面呢？有保琵琶半遮面，没听过马二位老师你？说他。当时正好就是猛的砰冰裂嘛 ，I follow you。话说陈近南呢，身高8尺，腰围呢也是8尺。哎呦 ，I follow you，身高8尺，腰围也是8尺，那不是一个四四方方的柜子吗？怎么是四四方方的呢？阿伟哥。你能不能稍微尊重我一点点？每次我一说出你在旁边唧唧歪歪、婆婆妈妈，你再这个样子，你信不信？我把你打的那些妈妈都不认识你。我觉得真是很精彩。他刚才特别是周星驰，我觉得学的还是惟妙惟肖。因为在很多地方都看到他的表演，对他的周星驰真的是炉火纯青。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个模仿周星驰？其实我模仿周星驰是因为我老婆我跟她吵架，她生气了，生气以后，我说她，然后看她看那个电视，她笑，我说看什么东西会这么笑？我一看，哦，正在看那个周星驰的那个九品芝麻官啊！你老婆生气起来是不是这样？就不理你了啊？然后怎么都你怎么我这样？哎，这是你老婆，你是我老婆，对，好，谁是我老婆？对，他当你老婆，他当你老婆合适，对，他说你老婆合适。刚哥是我老婆，现在啊，谁是你刚哥？你一天到晚就叫你的哥，兄弟比我还重要是吧？老婆，其实这个事，哎，你这就不对吧你？老婆，哎，天哪，老婆，你不能因为我一直出轨就不能原谅我吧？老婆，我求你可怜我吧！要说模仿功夫最厉害的，那当属接下来的这几位小朋友了。什么？这么小的年纪也想要上乡村牛人？这乡村牛人可不是谁想上就能上得了的呀！谁？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叫什么老爷？二老爷。这二老爷？嗯。你这我怎么就成你二老爷了呢？你不见是大老爷，那你小臂不就成二老爷了吗？哎，小朋友，你太聪明了。你怎么知道毕老师二啊？说谁二呢？不是我能有毕福剑二吗？我那倒是，一般毕福剑一数数大家都知道是吧？大家一起数5、4、3、2，答对了。我是替我本家大哥数的啊。你上来干嘛呢？我要上乡村牛人，我要去北京表演呢。这牛人呐，都得特别的牛，那绝技绝活。你会什么呀？你怎么样？唱歌、口技、模仿，样样都会嘞。呵，我看你吹牛可以。那这样吧，咱们就让他亮一亮，好不好？好。我先来口技吧。啊，先来口技。口技学什么？你们点。我们点。你这么小的年纪哈，也别太难为他，学狗叫。你这什么狗？不是，这狗一看就是急了。我跟你说，去我就咬你。你是大狗还是老狗？老狗它得有气无力的。老当益壮的。你俩咬一下，看谁能，你能咬过它你就去。来。行。这狗这不错啊！这狗。但说实在话，咱那牛人吧，刚才是怕你这个水平太低，所以你学个狗叫。但是你说学狗叫去当这个乡村牛人，确实距离差距大点。对。你再学个什么叫？母鸡叫。母鸡叫。啊！咱看看这母鸡什么样啊？你这个鸡不对吧？蛋下不出来的感觉。这是走向成熟的母鸡。你要真正成熟，它得这样，你这样都往窝里趴，它往里趴啊。哦。你这个。你看它。祝贺你，你终于成熟了。鉴于你确实表现得相当的不错哈，这个咱们是不是啊？就是同意让他去？不，咱看一看还有没有。哎呦！哎，那泰宁的男孩女孩怎么都有点那一惊一乍的呢？我慢慢说，慢慢说。那个你俩要干嘛？因为我家老师也姓毕嘛，我就想上那个去北京去上那个乡村牛人。你学狗叫咬他们。你俩会啥呀？会，说谎。对，啥都会，还会双簧。啊，双簧，啥都会。 双簧啥都会。哎，我们看过很多这个双簧，但是没看过这抢女孩演双簧。哎，是吧？你俩能演谁？什么双簧？大兵的那个如此夫妻。对。如此夫妻。模仿。啊，如此夫妻。如此。啊。你不说如此，我估计他是前脸，他这口才不行，这个是后身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对对。你在后边说话。 你在前面弄表情是吧？是。大家给一个特写镜头，看我们这丫头这牙多有特点。我给你展示一下，你看这牙，这牙有好处，吃肉不塞牙。太可爱了，来，我就觉得这个牙，所以他在前面当前脸就特别的有幽默效果。喜庆。好。哎，来个椅子，来把椅子。双簧这咱懂啊，前面一前脸，后边一后身来，哎呀，坐这儿。好，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们啊，我们这特别节目真是。 不白到泰宁来啊！我们从来没看过这个女孩演这个小女孩演这个双簧啊！大兵啊大兵，你没有想到吧？今天竟然有两个小女生要挑战你表演双簧。画的漂亮点。我会啊，化妆师出身。娘，姐。一面白不行，得两面白。这也不是熊猫啊，这是什么？ 白猫，熊猫缺名就这样。我怎么敢像鸡子？大家说漂亮不漂亮？谢谢。不错啊，好，可以了吗？可以。你看，一喊你看，我发现咱们这泰宁的小姑娘都嗓子可以了。来，考虑我结婚还没有3天，我老婆就扯起喉咙来喊冤。啊，我不想看。 蹦呐！啊，好的哟，洗满了呐！蹦呐！你还在这乐起来喊冤儿是吧？你说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了？结婚之前，好丽友在电话里约我到5星级酒店，在一个旮旯里吃饭。 左等他不来，右等他不来，他怎么还是不来呢？嗯，他怎么还是不来呢？嗯，他怎么还是不来呢？我立毛都长出来了，他还没来呢。 好丽友结婚之前，他还跟我讲，他说他身高还过得去。我跟他见面一看，他身高还确实过得去。他踮起脚，可以从饭桌子底下走过去。他说他业余爱好就是研究清朝的历史。我到今天才知道，他就是一天到晚坐在家里看《还珠格格》。哎，老婆，你讲话还是要凭点良心的啦。我条件差，我们家总给你留下2个不动产吧。你别提这个不动产了，一提起这个不动产我就想死了，朋友们。他们家确实有2个不动产，你就是他爷爷和奶奶。双瘫痪在床上，10几年来一动不动，谁见了都喊惨呐，不动产！我不想看了，我的个牙呀！蹦呐！既然你不给我留面子，那我也要显你的门子，朋友们。 结婚之前，我问我老婆多大岁数，我老婆总跟我说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我想差个1、2岁也就算了。结婚头1天晚上，我们家房梁上跑老鼠，我老婆吓得从床上蹦起来喊：“哎，我60几岁，你看就这么大了，你跟我爸爸岁数差不多啊你！”好，好，好，好。特别这姑娘在后边，你看，平常长得这好像很文静小姑娘，把那个大兵的那个语言的那个劲儿模仿的真是不错。哎呀哈，你们俩这就自己练的？哦，对。就知道我们来了就要上，就自己练的。对，就是为了乡村牛了。没，不是跟那个大兵学的。没有。不认识，就是这个，根本就没跟他们碰过面嘛。你服不服？不服，不服！你不服，你跟他俩 PK 去。你怎么不服？敢不敢 PK？ 敢。你这样吧 ，PK 没什么意思啊，你们合作啊，这讲一个合作的时代。你要是能跟他俩合作好，我们就让你们仨一起上北京。哎，咱们来一个组合，对，你给他起个名，对不对？组合，你起个名叫什么组合？咱们乡村牛人，对不对？哎，三个都是娃娃，咱们叫乡村牛娃组合，怎么样？嚯，牛娃行吗？牛啊，牛娃可以啊！听清楚，牛娃不是牛蛙。三位主持人为三位小朋友出的难题真是够狠的呀！他们能达到这个要求吗？我跟你说，这真是我到泰宁，我没等大人出来就好了啊！这够快的，商量的，这就好了。你看。演什么呀？来个什么？演什么？我们决定三个人双簧表演忐忑。哇，忐忑！不会吧？你们三个人表演，那就不是双簧，那叫三簧机。三簧怎么表演？他们两个在前面做表情，我在后面唱呗。哦，你来唱，朋友们给鼓鼓掌，鼓励一下啊！你们认为他们仨能不能代表泰宁去参加乡村牛人的比赛？你怎么不太高兴呢？内心洋溢着高兴。好，掌声祝贺他们！谢谢。走上北京。什么意思？话音未落你就骑车上来了，不管怎么说，对我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。刚才可能是毕老师误导，他一直在台上说啊有很多奇人，奇人，结果就有人骑着上来了。你干什么职业的？我是送快递的。啊，送快递的？对对。送快递的时候，你是骑自行车送快递吗？是自行车送快递。骑了多少年呢？骑了20几年了。20几年，然后人家送快递。我在这个骑自行车上面呢，骑得跟常人呢不同。我从钢管上面骑，我还可以从玻璃瓶上面骑，还可以在玻璃片上面骑。因为我们是寻找农民工好歌声。嗯，哎，但是你说你上来了吧，我们给你演下去也不太好。但是你必须一招制敌，让大家马上觉得通过大家的掌声来看你还能不能再表演下去，好不好？还要把我的道具，还有道具呢，来上道具。这当时是你怎么练的？干什么活练的？当时是为了把这个快递快一点，这是一个水龙哥呢，但是呢不能过去，所以跟电线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有车技才可以过去，过去就可以快一点啊。那您当时刚开始骑的时候摔掉了多少信件包？摔到几次不多。哦，后来就练出来了。后来就练出来了。好，哎呀，我们把他送上去。好，不要鼓掌了啊！全部把闪光灯。等他过去的时候，咱们再鼓掌啊！憋点劲儿，全部把闪光灯打开，闪他。你这什么人呢？你这？哇！ 怎么可能啊！哎呦！哇！准备好了吗？准备！不要鼓掌，这是对他最大的支持。三、二、一，走！哇！小心！哦，这个摇晃，摇晃啊！啊，这下面没有弄好。 好，准备，葛风采，我们来看看他的风采，还是晃啊，还是有晃。这样，你这样，我拿脚蹬一下。来，咱们仨，来，哇！ 最后一项，骑玻璃。第三关，工作人员抬上了直径只有6毫米的玻璃板，难度更大，对葛风采的挑战难度也更大。我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。我总感觉后轮是偏了。好，过去了。啊，这样我也行。过去了。我啊，越来越大。好，风采大哥已经启动了。开始了。哎。 嗯，妈呀！走啊！阳光总在风雨后。哎呀，走！哎呦！哎呦好！第一次尝试葛风采失败了，他马上要进行第二次的尝试，看他能成功吗？到底能够？我们再给他2次机会啊！对，因为俗话说得好嘛。 成功是失败的儿子，哦、成功是，对，失败是成功他妈妈。啊，能否成功呢？哇，我敢保证。内地站的乡亲们，我们正在看着一个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种啊自行车起跑。你这练玻璃是后来纯属自己练的吗？从来这个不这个样子练，都是在平地里面练。哦。 有的时候呢，是在那个大的桥栏杆上面练。哎呦，对，桥栏杆上那不会摔着吗？嗯，桥栏杆上面呢，因为它那个宽度呢比这个宽了，哦，那个高度啊就比这个高了，更高了。等以后有机会，我跟你说，挑战一次吉尼斯世界纪录。嗯，好。等什么时候澳门那边的跨海大桥修好了，好，你从这头骑到那头。好。你看这人长得厚道吧？ 出那招的都损了，你真正的是一位奇人。结论是，奇人是骑出来的。再次证明了我们农民工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嗯，好，掌声欢送。农民朋友中也不乏搞笑高手，今天的舞台上就来了这么一位，一起看看他的搞笑表演吧。大家好。那个兄弟。啊，我演节目吗？ 我行，我秀，我秀一下不行吗？不是，那个按顺序来一个吧，来一个。按顺序来啊。不是这。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翻跟头啊。夏天悄悄过去，开着拖拉机，压死你们，不让你喘气。不是，你看我这让你上台，你也不能压死我，对吧？对啊。不压你，压他们。啊，压他们。谁让你不让我演？ 所以你看，你这以后这人对人得友善，是吧？得友善。来，让你演。就一个。啊，让你演。哎呦，演一个节目嘛。啊，演一个节目。啊，我给大家唱一首大家比较熟悉的一首歌。那首其实我们环卫工人的一首歌，洗刷刷送给大家。怎么环卫工人都出来了？那郭子写的门呐，洗刷刷，哦，洗刷刷，呜啊！小弟唱出来的。啊，好，谢谢小弟。啊，啊，那个乐队啊，有乐队吗？乐队啊，乐队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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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乐一乐乐。欢乐的乐。谁说的欢乐的乐呀？都说嘛，都是我们一个店的。那大叔谁？那个店长。店长。那个漂亮姐姐是？妇联主任。啊，这妇联主任啊！妇联主任。剩下的都是我舅舅。舅舅。这还有好多女同志呢。舅妈妈。哎呀，都一块来的，我们唱吧。啊，唱！不唱。乐队没有啊？啊，乐队。那喇叭老师，你给我放。喇叭。准备，等一下啊！喇叭老师，再等一下啊！我先把他们请出来。Come on, let's go！ 啊，来，卡了！哎呀，走！哇！不是，我带过来的。你带过来的？啊，这都是你带来的啊！他们都谁呀？女朋友。啊？你有5个女朋友？5个女朋友你啊？是别人的女朋友。伴舞的都啊，伴舞啊！哎呀，你带自带伴舞，你大腕儿你啊！唱吧，唱，掌声热烈！好，哎呀好，你们行，你们这舞台挺小的，你们先下去吧。啊，我们下了，这是我们农民自己的舞台。Music。干嘛？这不错，这不错，这个我一定能练挺好的。这个我能看看吗？能，可能看看。这么小，这是手绢吗？是啊，不太成比例呀。看，比你脸，刚哥，还没我脸大，这个比你脸大。对，这个你才好适合，真是刚哥。我们大家看一看啊，他和小龙的身材比例。来，这张桌子跟小龙一般高吧？比小龙的个头还高，他居然可以把一个大手绢。舞的是上下翻飞，还在脖子上转一下，转不起来了，怎么转呢？哎呀！来一个啊！使劲，毕老师，来，把吃奶劲使出来，把吃奶劲使出来。还这个比较好练。啊？那那个钢哥也不那么转的钢哥。这个好练，这是这么转，直接起来了。哦。来，一腿一趟。果然是功不了得。服不服？我。哇，这叫速度啊！哦，哇，打开了！祝咱们乡村大世界节节高升！再等一下。再找一个啊！这一句祝福不够，鼓掌，再找，还不够绝，要不，好不好？祝咱们乡村大世界名扬四海。哇，还不够，再等一下。我这个人很贪婪的，一般人不能到这个舞台上来。三哥啊，老吴俩脚。刚子怎么样？刚子怎么样？刚子怎么样？见过最新街舞技巧没有啊？掌声这么热烈，来个软攻，你看这啥吗？你拿着桶哄你干嘛？怎么了？这叫铁桶，这是油桶，不管啥，你这叫饭桶，你知道吗？你这叫垃圾桶，你管我？都是桶，这个桶。啊，在我们小龙手里就要变成一个万花筒。这个跟咱们那个，刚子的头当帽子还不一样。哎，你钻得进去吗？刘刚就不用说了，我是刘刚只能钻过去一条大腿，从肩膀肯定不如他肩膀宽，他要能钻过去，才配站得到乡村大世界这个舞台上。大家说对不对？哎，不是你别说我钻过去了，你正常的人也过不去啊。我觉得你在想玩死小龙，我们现场找一个瘦的，比他还瘦的好不好？瘦了，你看瘦都没了你。来，咱看看他能不能套进去。你直接钻过去。对，你能钻过去吗？把手举起来。别出人命，别出人命！哎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这酷刑啊，这个酷，有你这么折磨人的吗？行吧。钻不进去，谢谢你，我就知道你钻不进去，你把自己玩死了，这么钻过去，我都算佩服你，直着，对，直着钻呢，对，底下的直着都没啥意思，我给朋友们来个大劈叉钻，哦，功夫，不容易，从理论上来讲不容易，哇。怎么塞得进去啊？来，这肩膀都不可能进去啊！这个怎么可能呢？你说啊？有没有呐喊声？我们吉林人有点虎啊，明知不可为。这个要真钻不过去，太麻烦了。我对他有信心。你看，妈呀，自己出来！掌声不热烈，我就钻不进去了。热烈一点！我就容易在桶里待一辈子了。好。好。好。怎么样？犹如破茧而出，一只花蝴蝶。好，这只是皮毛，这都不算啥，真是不稀得眼，这都。怎么样？不是怎么样啊？我跟你说，嗯，很不错了。服吧，服不服？小龙，不是你不服，我不是没人。该是骡子是马，牵出来遛了。该登场了。大家好，我叫三宝二，来自吉林长春最普通的二人转演员啊，多谢支持，谢谢你们。 他翻的都是皮毛。这位英雄，如果掌声一点，我来点比他更高难度的，好不好？好，1、2、3，走了。掌声热烈，2个手指头发。鼓掌，1个手指发。这都是皮毛。 这还不算什么，这只是皮毛，它还有毛皮呢。其实他这个功夫，我在东北风学校那帮学生我都会翻。听见没？听见没？为什么这么沉默嘛？啊，有实力演员不用说话，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是沉默中灭亡。看什么？哦，这小指头。 好不好？这是真正的别开生面的擂台赛。来，老师，我都能够学会，你怎么都行了？你我很一般。哦。哥，你这个地滚爬太不错了，丢人不要紧，关键就是你不知道自己已经丢人了。其实我还有一个更绝的。啥？高空往下翻。就是翻桌子。对。兄弟啊，都是老乡，一路走好啊！你老婆孩子我会帮你照顾着。我老师更厉害，他是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，知道吗？等会儿什么？二人转演员得过吉尼斯世界纪录？对呀、啊。什么纪录啊？空中摔叉，我最高摔过1.2米，啊、站那个桌子上，把这条腿嘎巴搬到这儿，库嚓杵在下。摔完之后，我就120直接办开医院去吗？这个不用，这个东北3省就有3个会的，啊，死俩了。小龙。 虽然说我们三宝站那边都不说话，但是我得替他说一句。您说，这是皮毛，你没看人家表演完，人家还可以再翻，再加高。那你先来，掌声不分，来点掌声让他先来。现在有2米多了。好。来吧，几个桌子，几个桌我都能整。 啊，关键有时候腿不够长，一个桌子就可以了。好，朋友们，各位观众，各位朋友，中央电视台好不好？ 我认为他演的不算太绝，我的偶像比他演的更绝。掌声也行，李少平闪亮登场。刘星，听你说哥，我没有学会，我有特长，我也会整2下子，但是我翻的跟咱不一样，我是我李少平自己独创的功夫，都往后翻吧，哥哥啊，一个腿到不了地儿，都是双腿着地儿。我今天给你来个绝的，超群往后翻，一个腿落地儿，1、2、3，走。 就这皮毛，我给你玩个刺激的，也是超群自己独创的一门功夫。我坐在这上边，把我腿盘上，1米多高的桌子，我坐下去，整不好容易给我坐残了。确实，因为这个如果就按照尾椎骨的话弄不好，就下半身对，末梢神经。一、二、三。腿扔下，我再给你加一掌，行不行？好，看看这活走了。哎呦！一、二、三。感谢大家用超长的忍耐力欣赏了前面这帮精神病的演绎啊！我跟班好朋友说，真的，《差人传》的演员都是精神病，包括我李少君，我也是精神病。但是我比他们正常些，因为啥呢？我刚吃完药，我好了。刚才演员演的也非常棒啊，这首歌都不算什么。我给好朋友唱一首歌，男女生二都唱一首《为了谁》。男人女人由我自己一个人唱，感应一下超群唱的怎么样？李玉刚是半句一分男女，我半句给你分两批，给你转一把，你看我转的怎么样啊？音乐稍微大一点声音啊。这个是女人的声音啊，这个是男人的声音，女人的、男人的，感觉一下啊。一把火把秋吹，爱你是世界杯，我不知道你是谁，我却知道你为了谁，为了谁，为了秋的收获，为了摧毁大雁归，满腔热血唱起青春无悔，望穿天涯不知再有何时归，你是谁，为了谁，我的战友你何时归，为了谁，我的心也不流泪，谁最累，谁最累，我的心昂起，我的大腰，我的心比肩也累。咱们呢，在今天这么漂亮的这个大海面前啊，在沙滩之上啊，我们要举行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比赛，叫做沙滩救援。沙滩救援比赛规则：四人组成一个小分队共四队，抬担架从海上出发，去翻越沙滩，匍匐穿过障碍，躲过枪林弹雨，再深入浅滩营救伤员，带领伤员原路返回，用时最短的小分队获胜。好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现在马上晋级时刻就要到了，那我们的队员呢，在这边已经是蓄势待发，这边的伤员快躺下，伤员哎躺下啊，负伤了啊，好，那负伤的哎趴好，哎摆一个造型，你这也不好看，你是躺着被人击毙的。伤员分别由谭贤、路遥扮演，每人有2次扮演伤员的资格。大家看，这就是我们伤员，就是伤的很有特点，很有特色啊，保持住啊，保持住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的秒表马上开始计时，我们远处的队员听我的口号，比赛开始。好，我们看现在我们的第一组队员呢已经出发了。哦，第一组队员他们现在从沙丘上面已经下来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匍匐前进，两边要经过枪林弹雨，非常密集的枪炮啊，好，深入浅滩。哎呀，越过沙丘，好，哎，帽子不要了，扔了，帽子都不要了，这下伤员要和队员同甘共苦喽。好，哎呀，站站站，哎呀，我们看到我们的伤员受到了集体群起而攻之，我们的伤员。彻底揍到了沟里。伤员故意跑啊！伤员怎么只顾伺机作弊，比队员跑得还快呢？伤员必须退回到原地啊！伤员，谭姐你怎么耍赖呢？不遵守比赛规则可不行啊！你伤员比这个救援队员跑得还快，哪有这样的？第一校分队用时1分56秒。你什么感觉？我觉得他们好像都是部队狙击手出来的，他们打得好准啊，每枪都打到我头上，而且海水真的好甜的，有一个气球直接撒我嘴里了。苏阳，我告诉你，后面2轮可是你没有，这4轮都是你，就是我推荐你，我觉得你特别合适。好，躺下，躺下，哎，这回换一个姿势啊，来，先躺好，快点上朝了，很好，很享受的样子啊，预备，开始。 啊！你们怎么把担架给抛出去了呢？好，哎呦，第一个太专业了啊！要经过我们的枪林弹雨，他们摆成了一字长蛇阵。好，哎，你躺好，你躺好，伤员。谭姐，你也太心机了，主动躺到担架上了。哎呀，枪林弹雨太猛烈了！哇呀！谭姐你太抢眼了，这下伤员变成主要攻击对象了。我们伤员已经受伤了，啪就出去了，啪！哎呀，伤员再次逃跑。行了，第二小分队用时1分40秒。好，那这你干得非常的出色。那接下来继续吵架。什么？别，组员，我告诉你，你太损了啊！我觉得我不干这活了，你必须得来，好不好？让他来。蔡永生，这表给我。准备开始，准备。 唐先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你好像很解气的样子啊！唐先，欺负人，你快点！你姿势不对，躺着，躺好，表情给我痛苦点。准备好了没有？来，3、2、1。 难怪从担架上摔下来了。队员怎么担架也放弃了？路遥，你是被卡住了吗？ 三小分队用时1分25秒。这样的感受幸福吗？我跟你说，特别的嗨，真的，是吧？我就是眼睛有点睁不开。我跟你的感受一点都不一样，是吧？我觉得虽然，哎，还有抢镜头呢，你看看，啊，虽然枪林弹雨，打在身上有一点点疼，但是特别高兴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年轻人那种活力，特别的嗨，真的，我要当伤员。啊！第一个组准备好了没有？开始。 对方的攻击真猛烈啊，一点都不手软。员又一次放弃担架。小分队用时1分20秒。这个最后呢，我们要总结一下，就是在这么湿冷的沙滩上，在这么好的海水里面玩，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儿。所以您也如果觉得我们玩的高兴，也想体验一下我们这种嗨的感觉，就赶快来到我们的刁难，来到我们的海边，享受一下我们的海边风光。我280，哇！我260，我不好意思说，我怕你自卑。3、2、1，两股出了，朋友们，卫龙展现了他的勇敢，他的精神，值得我们学习。我不行了，我掉了。现在刘刚庞大的身躯在盘球，毛豆豆眼花缭乱。不知道在哪里下脚。老话讲，远近不如近邻。都说情深相恋相亲，一杯酒装着四海朋友，半杯茶也暖人心。乡村故事讲也讲不完，常常笑脸都那样的真。挥挥手，望着远方的天空。唱首歌表达我的心情，想你想起我热爱的人们，美好的祝福送到你家门。想你想亲的情谊比海深，像花开时一样的热情。想你想亲我热爱的人们，让动听歌声飘到你家门。想你想亲的情谊比海深，走到哪儿也不忘这份情。